是林淑辉，我时常拢会有迄种，互恁足惊奇的物件。哦，这个物件也真趣味哦。哦，那安尼生甲油油油，这个是生，我已经甲洗过啊。这个就是乌起来，还袂生，还袂洗。好，那你若问我讲这种哩地，我甲你讲，就种在六龟，吼、哦，我六龟的山顶。啊，你若问我讲这是啥呢？嘿，我讲名我袂晓讲，我干那知影讲，迄、那个越南妹啊，吼、哦，甲我讲她是他们那边的土豆。所以讲的是啦，已经弃种三年，今年是第三年了。那呢，也算是很丰收。好、哦，你看像这个是啦，这拢总是它的，拢总是大家都结累累的对。啊，因为咱这吼就是无咧下肥嘛，无咧下，嘛无咧喷水嘛，无咧照顾，所以讲伊较细粒。吼、哦，啊你若讲有咧照顾的时候，伊有较大粒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今天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，不伊足好食，非常的好吃。那网络呢，你可以找到它的资料。哦，伊对这种利尿的功能呢，也蛮不错的。哈、哦，总是来讲的是，咱的台湾的土豆爱剥皮，啊，伊这唔免剥皮，哈、哦，可以整颗哦，甲剥剥剥，剥到尾啊，伊就是一片细细的毛啊尔。我内底迄个肉质呢，伊足好食，足好食。那因为这个物件唔是咱台湾的，哈、哦，好像网络呢也有出现，有出现这种资讯。好，我无去啊探讨讲伊到底好做啥物啊？消毒液。好，我爱学。好，消毒液。越南。那安尼的时阵哈，可能要甲恁讲较歹讲，反正咱就是甲合作讲，爱就是越南的土豆，大家越南妹大家拢安尼讲。那你若问我恁说讲伊有啥物好，我对伊虽然无介了解来讲，我敢若知影讲利尿。如果可以，排毒的话，那当然是最好。那呢，敢那我看这种越南来咱家做劳工的查甫啊、查某啊，好，无一个大裤袋呢。啊，所以讲的是，这是因遐吼，算介平常的食品呢。迄大家越南买的是啦，像阮哥哥，伊种遐尔济，伊根本唔捌摕落来给我买呢。哈，拢了解越南买，大家去甲学的，大家吼，就算钱给伊安尼尔呢。哦，所以讲它的价钱还算不错呢。你一个越南妹讲一斤200块，拢无讲价的时候，遐尼啊乐意安尼啊，大家拢烧钱甲阮阿兄买安尼吼，就代表讲的是哦，迄个越南人伊介重视这项物件，遐尼啊贵的物件，伊愿意吼一介买拢几啊十斤安尼买当来分享。好，因为呢，咱台湾人的体量，确实来讲，数人足多。伊会当来遮甲咱做劳工，会当来遮甲咱照顾看病人，会当甲人抱来抱去，会当甲人塞来塞去。伊若无够力的时，伊是要安怎塞啦？伊若无迄个体力的时，伊是要安怎来咱遮甲咱做工？所以讲的是，我对伊的食物代表讲，他的那个食物的那个抗体蛮不错。所以我今日会当甲咱介绍的是讲，我是阮哥哥的先，伊就吼伫六姑含一寡迄个越南朋友一大堆。啊，所以遐越南朋友的时候，就希望讲我阿兄会当把这种他们故乡的食物呢，把它种在我们台湾。所以讲的时阵，恁进哪讲，比如来讲，它的种苗吼，这个就是这个苞，这个一生落来，那伊的苞长就是这个。那你看伊的种苗已经崩硬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种苗。啊！你看种苗，即摆开春啊，已经放叶啊，所以讲要种吼，就是即粒种苗。相信的是吼，咱即网络遐尼啊，遐尼啊流畅，你真要共买即粒种苗，应该还阁无，还阁应该无介好买。因为因即种物件要炸来咱台湾吼，并无好炸，啊，所以讲炸来的时拢有限。阵炸来讲，头啊炸的时吼，就是一粒啊、两粒啊、三粒啊尔。台湾并无人讲有这种种苗，讲会当种到讲会当收成这样大堆的物件。啊，我嘛甲恁讲呢，我阿兄已经从事三年了，吼、哦。那从开始三年前有通好卖，
我都食袂到啊，因为我都甲讲头一年少少，人伊都现场都拢卖了了，我拢总清一清，拢是外国人在买。所以讲，我今日来甲拍出网络的时啦，讲的时，我这边有人嘿坏头的十五块啦，相信嘛会真侪人会甲咱会甲我甲我注文甲我买。那呢，我希望讲嘿，咱台湾朋友哈，尤其是恁。爱好养生的朋友，尤其是我林淑辉青草园的所有的顾客朋友，好，你今日看到，我咧甲恁讲这个是啦，哎呀，台湾的土豆食透透，啊无，咱马来甲人食一个外国土豆试看卖啊咧，啊，所以讲我们明天是周休，这个三月底的周休，甲后日，哈，都是这两日，啊，撮撮来给我请，我滚一道卡请你，给恁食个饱。予恁食较爽，予恁知影讲，台湾人会当食到外国的物件，那么养生，那么保健，吼、哦、啊！边边土豆，人因的土豆就是即个型的，吼、哦，安尼一粒一粒，吼、哦，安尼晶莹剔透，吼、哦，内底的汁又多，吼、哦，啊，开始的时候很爽口，非常好吃。咱唔好食输啦，啥物货的时候，无讲无通个食，有的时候，咱一定食看下，那伊足好保存啊。即粒的时候，一个月前我那遐。哎、欸，我头先摕一拍嘞，你敢摕袂？头先摕一拍啦，变本的来互恁看。大哥，大哥，我一个月前，我阿兄就用一拍给我，我甲调嘞到今仔吼，伊完同款哦，还佫拢无安怎哦，也无歹，也无害，也无安怎哦。好，所以讲它的保存有来蛮久的哈。不管怎么样啦，反正今天拄好正巧呢，拄好咧忙这个物件，啊，所以讲一大堆哈啊。有够长个请你，我希望讲，明仔载到后日是大日，哈，是我的促销活动。那不一定，礼拜一休息过后，还阁有迄种食无完的物件。所以讲个是啊，你莫想着讲哇，来可能无通个食，哈，我可能会为着恁爱食的朋友呢，啊，甲恁保留一寡来请你，哈。所以讲啊，这是我林叔今年呢。啊，都是新春，好，跟你介绍外国的食物，伊嘛是食物，哈，已经进伫咱台湾，哈，千万唔好讲的是啊，等下有一天人这一粒一粒咧进口的时候，进伫外国，啊，大家摕来咱台湾咧食，唔好，哈，咱好物件就是进伫咱台湾。那么呢，总归一句话，恁进来讲有心想要种植的朋友呢，我就跟你讲，这就是会知影。你看这规个拢总白啊，这拢总硬啊。所以讲的是啊，一粒落土，伊就安尼，或者就一丛啊。这是已经有诶，搁落了呢。这拢落了，你看这拢规个拢落了，那无是比比比，因为伊收成呢，伫顶个月就爱收啊。所以来个伫还未开这个半叶前，就爱收啊。啊，即卖已经半叶吼。伊这都拢开始咧落啊，所以讲它的产量很不错。所以讲呢是啊，哎，恁到来种一丛啊是啊，哎，有可能明年就通啊食。好，那期待我的青草朋友呢，哈，唔好忘记咧，咱的青草园已经有外国的产品，叫做越南的土豆，啊，真正要请你哦 ，OK， 好。
细人的孤单。啊，你有看我用这大鼎无？哎，听菜用大鼎，啊，来遐滚个汤。所以讲，即摆关起来的时阵吼，伊散一下就熟啦吼。那你若问我讲，伊安尼有啥物好食？有，因为是吼，你即摆看到这汤啊吼，就是我用咱的卤迄个老菜脯的汤，咱的菜脯汤就对啦。菜脯啊，咱即摆进要来炒菜脯的迄个咸水，我来用菜脯咸水吼去甲。用落去互散，所以讲即马这啊吼，已经有咸淡。即即马安尼啊吼，若食起吼，规粒就有一个菜脯的菜脯香。啊，所以讲伊即安尼咸淡。刚好的时阵啊吼，我著甲伊讲伊的土豆，伊的土豆无咧白白嘛。然后我即马咧甲煲起，就一点点啊。嘿，伊个皮吼一点点个呀，我只汤来等下吼，会煮好哩咩？会非常的好喝，所以讲干呐，也无油，也无米沙粉，就干一撮啊，迄个菜脯的咸水安尼尔。所以确定正好就是要请咱，咱今日是早宵哦，所以讲咱就要请人客哦。哦，啊当然的是啦，这较细粒，哦啊那一鼎这就较大粒嘛。哦，这圆你看，拢这尼大粒。哦。大家看吼，就感觉啥很好吃哇！朋友啊，你若看到这啊，赶紧来我请哦。趁今仔还阁有吼，啊，所以讲的是你来，我一定请你。这尼啊大粒，咬下去，哇哦，迄个口感它非常的好，又阁脆，阁一点啊爽爽，阁一点啊润滑的年纪，反正它的肉质很多。它里面没有什么，伊内底拢装肉，啊，唔是讲内底有迄个筋，啊是讲有迄个手，啊是讲有上迄个纤维质，拢没有，里面都没有。嗯，一直跟你讲强调，伊食到尾就讲一块薄薄啊，会肥安尼尔。哦，伊再甲咱话，甲咱讲，就是越南的土豆，哈，越南的土豆呢，和咱台湾土豆无共款，咱只爱白肥嘛。哎，这免白嘛，啊，像上次你一定冇吃过。哦，我今日要请出一人客，你看嘛，这拢要请人哦。你看嘛呀，生个比，哎，有像咱台湾的土豆无？认真嘞，因为一粒嘛，吼，啊，台湾的土豆爱白皮的，伊唔免白皮的，较顶下会请恁吃，所以讲个啥，无，包到尾也着剩一丝仔皮尔。那你要问我啥物？我甲你讲，干那看外落就好，哈、啊！恁敢无想要体力互较用嘞？恁敢逐工要软海海？恁敢无想要啊？有法度来去做一个劳力的事吗？所以讲，唔免讲，就是讲他们的食物，都会让造成他们的体力有那么好。啊，所以讲一下，哎，未必然，我就甲你讲，未必然，哈、啊！恁食会到的原因，就是讲咱进台湾人进啊，阁无人进遮多，吼没有。所以讲的时阵啊，吼，外头啊呢，大家进一顺啊，啊，人伊大家食的拢无够。好，不管怎么样呢，伊干呐吼，你干呐甲看伊生这个形安尼啊吼，嘿，干呐进一阵啊来看吼，可能你嘛真欢喜。那呢，他种下去八个月就开始采收，啊，会当采收到一年，吼，即摆从八月就开始办。啊，八月你无办，九月嘛无要紧，十月嘛无要紧，十一月嘛无要紧，十二月嘛无要紧。所以他想，现在细细张，你就当采收。他足足有三四个月，会当让你慢慢采收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过来教你哦。迄个真真正正的土豆，咱的土豆爱白壳，因的土豆唔免白壳。好，所以讲越南的土豆无一定你看到，嘛无一定你有食到。啊，咱这个是稀奇，啊，这个好奇会吸引你看外头啊，吼，会体力伊外好，来看外头啊，伊的劳动力看外有好，那你来想看麦啊，恁到底今嘛是有够力无？到底恁今嘛，大家手望看麦啊，你脚望看麦，到底你会当出力无？你会当去打，迄个做劳工无？哦，你来想看麦啊。所以讲的是啦，免讲啊啦，抗体特别的强，哈、哦，
不管哪哪一项物件呢，伊若有法度利尿兼排毒，迄就是伊上大的功能。何况来讲，规个外国人看到这个物件呢，当作像因咧食饭共款，安尼甲傻傻嘞，安尼人伊就当作咧食铁佗，安尼营养猛食猛食。所以你啊看咩，无一个大口袋，嘛无一个面貌黄皮皮啊。恁看这啊，即摆开始开春啊吼，伊拢咧讲牙，这就是牙，这就是牙，这就是牙，啊，这就是拢看到牙。啊，你看伊洗落就是安尼规，像咧土蛋规堆，吼，像咧规堆，吼，你看规碎就对啊。好，所以讲伊这粒种子呢，咱台湾全省并无咱平民哦，并无这项物件通个种。你来咱个上网路去看卖啊，这一粒100块，一粒50块会种哦。伊嘛无道理种，无听袂。好，我即摆甲你砍落了后呢，恁开始种的时候，这个老啊，我你听好哦，这块老啊绝对袂当放掉。为什么呢？今仔我有6种的温补品的，迄个，食讲了恁配温补品的菜，所以讲的是喏，一盘呢要互你配1礼拜。要你配1礼拜哦，所以今天我给你配不完了，你等于连续配1礼拜，我要彻底改善你们的体质。所以讲，一般物件吼，配了爱干阿咩，摕一罐来，来，哦，我已经给你设计到足好势，所以讲，给你弄到乱七八糟哦吼。所以讲，一罐物件，等下你配不完的，你今日干来当配1/6一点啊尔，一罐要给你配1礼拜。所以讲，一罐你配不完，再来就有6种物件。配好了了后，是啊，咱小心甲放落，然后的时候，伊才甲拍一个干，但这就是要恁食，吼，伊才甲拍一个干了后呢，安尼规盘转去，还佫规盘，所以转去你还佮知影讲，哎呦，这块就是姜母菇，这块就是红菜、红莲三仔菇，这块就是萝卜菇，啊，这块就是豆仔鸡菇，盘佮这块是豆仔菇，恁转还佮一撮，啊，我若讲互恁淡做伙吼，恁转去就已经无法度，所以你爱知影。彻底一盘要互你配1礼拜，你着知影讲，你一碗饭干呐一撮仔尔，像昨下，讲食咧讲，甲扣一碗饭甲食了了，搁大食咧，我讲要惊死人，一直喊叫，啊昨我着是无甲讲要配1礼拜，安尼你听有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讲这个时阵啊吼，它是所有的蔬菜，我把它变成银的菜，所以它都已经变成高跟。就是无水，啊，所以无水，伊就是卡恁贵。来，我用真紧的速度来，啊，你，那么恁大家啊，甲我调好，哈、哦。然后的时阵啊，吼，哎，你来，你即摆伫遐吼，遐排的人先，嘴内底拢先摕即个粉先食，咱即个拍片来。哎，恁位遐来的时阵，恁大家吼，就大家就了啦，啊，先食看卖啊。好，咱来看迄个后摆啥物啊，拍落来。加落呀，有好食，我看你食，食看卖。你都还没食，来好食，食看卖，好不好吃？第二个好不好吃？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，哦，拢无人安尼嘞，你看拢无人摇头嘞，大家拢一直动的。好，啊，我加吸几条给你来，用上紧的速度，你只看下都位啊过好哈。好，这个都爱留嘞，好哈，来，好，赶快哦。哦，啊！即摆咱赶紧摕一只生啊，拢去取来，甲食到好食哦。你排队就有咯。袂错，爱多啊，因为爱多啊，即个多你怎样？多啊，坐对啦。那你坐到后边咧滚，那你怎么这样来？来，赶快，咱来速度较紧嘞啊哈！我今日面吼，还可以当甲你服务，是我的荣幸呀呐。哦，我已经甲你讲过了，今天就没有了啊。啊，你去找个位置，赶快坐起来。啊，永远都记住，给那边呢啊，在那个青草原里面，给那边讲的哇，哎、欸，越南的花生，哇，是多么的幸福啊，哇，快点哇喝汤哈，啊，我讲究的汤要酱，好，来，越南不惯哈，来点圣人桃，哦，哎。哎呀赶快，好，找个位置，赶快坐下来。
你无得化妆哦，今日无得你擦哈，赶快哦，赶快哦！这个肉你若断掉，可能你换一礼拜，牛臭你就无得备好哈。迄、那个肉啊，不是垃圾哦哈，迄、那个肉是，迄、那个肉啊，肯定是要你买一礼拜的，的食物咯。好了，你要传下来，拍一拍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。拍一拍。现在赶紧看到一点五六六大顺哦，赶快。好，大爷，大爷。那边排队哈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哈。放心，每个人都有。排好。莫等第两个，哦，拢是两个人，两个人叫伊来待来排头哈。好，赶快哦！里面还有没有人来的？赶快哦！还有没有？
好，这个，好来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您看哦，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哦。所以讲，即摆已经卡伫这个菜，伫这盘菜内底啊。安尼，这盘菜含这盘菜是一样的道理哦。好，菜头哥，哥，就像王来哥，像伊伯哥，哈、哦，诶，情形同款。这款哥，我若甲收水收无够水，无够力哦。只要伊还佫一点水哦，明仔载同款不泡啊哦，后日同款生菇哦，你后日同款臭笋哦。不过即摆这呢，你佫放十年嘛袂生菇，是安那啊？着咸啊！啊，所以菜若均有咸，你佮放偌久，伊拢总袂歹。啊，咱要食的时阵，着较省嘞，食一撮也着好。配上一个创啥？我甲伊讲，即盘要恁配一礼拜，恁等下配了，逐早拢甲摕来配，逐家人拢甲食来配，大人拢甲摕来配。你若我著甲食一礼拜，甲看你手心有烧起来无？甲看你脚心有烧起来？甲看你心脏有足有力的无？甲看讲你是毋是胆拢足好过？大家试看卖啊！唔好干呐我安尼讲，迄有只空嘴薄舌，身躯拢黏伫恁的身躯呢。啊，这已经等下要著开始，互恁这要送互恁安尼。好，即嘛一个菜头哦，你看哦。好，上靓的物件会变到倒来，会变成上袂靓的物件，这叫做。物尽其用，搁来就是讲物极必反的这样。伊极冷的时阵啊，伊就变过来，就像讲你足冷足冷，冷啊真崩的时阵，你会较烧。就是爱讲你足热足热足热的时阵啊吼，你就会无力。一样的道理，好，这是菜头哦。然后你看哦，这条哦，豆啊籽，豆啊籽，即来去菜籽啊吼，拢总有诶豆啊籽。好，这个豆子呢，它熬熬熬，滚滚滚，控控控，把变成豆子哥。那这款我若甲放较久呢，伊会乌酥酥，乌到像迄个乌金啊，乌到翻金。你啊看咱个菜迄个阿丽啊，伊敢若配13天尔，逐顿饭捧起来就是按家己一碗再来配，伊是配酱，吼、哦，迄是放足久啊，迄个伊配的时阵，伊罐就放七八年啊。豆啊籽酱，哈、哦，来你摕着，来，迄个时阵哈，无遐大罐，阿丽啊，我予伊，我送伊一罐，送这种的罐啊，但是无遮大罐，哈、哦，只有这豆啊籽酱，这罐已经10年啊，哈、哦，所以讲的时候，伊就变安尼，你看麦啊，那伊，干那配这配13天尔，五遍的病危通知，病已经第五遍叫伊转来因官厅。人伊要甲咱配13天，甲即马得要3年，比我较勇。阮两个进来去3.8山，我会输伊。伊真正有够勇啊，就对。所以13天无食到半支白菜，无食到半叶高丽菜，嘛无食一个苦瓜汤，嘛无食一个菜瓜汤。因为感情买即种物件，即个物件感情拢总买，西药嘛拢总买，糖尿病嘛拢总买，药酸嘛拢总买，痛风嘛拢总买，大行上啥物话拢伊拢买。啊喏，哈，这个物件唔是因爱物件，好，这个豆啊籽酱，这放久伊会较烂，摊来炒白菜，你就当食，用伊去泡白菜呢，炒高丽菜，用伊去泡高丽菜呢，用伊去炒任何菜，用伊来煮任何汤，你就会当食。甲伊讲，你拢买，医生叫你唔好食咸，你就唔爱食咸，啊，你甲伊讲，你讲无声，安尼我要安怎？没办法呢，我无法度呢，只爱为你来取食的呢。啊，所以咸要配新鲜啊，像咧配咸鱼头啊，一个鱼头配咧3天，吼，做一个温一个温一个安尼好。豆仔籽会当甲伊变这个色，菜脯嘛会当甲变这个色，但是爱时间来累积。好，第二项菜哦，豆仔籽哦，第三项菜。红萝卜、红菜头，他看迄号叫白菜头。那菜头人拢讲好菜头，那伊阁赢，阁赢白菜头赢偌济呢？因为人讲伊号叫红鳞松嘛，红鳞松嘛，鳞松鳞松，韩国出名就是高丽松，所以讲伊呢有迄个意味着迄个松嘛味。的感觉，
所以讲的是，你若无，你若唔相信，迄、那个来，你来分，迄、那个红萝卜，一人甲分两下，互因进嘴甲咸了，好。一人一束啦，没有一包哦、喔，是一人一束啊。啊，即摆恁嘴内底甲填两条，甲咸看卖，你慢慢仔甲体会咸了就好，互你体会是毋是伊真正有红磷酸钠的味。即摆互恁这是互恁咸哦，你若甲加摕一束啊，互伊甲泡茶咧，规杯茶拢是红磷酸钠，吼，迄种口味才是人间美味，迄当我好食甲袂晓讲。过年咱就做一寡几包仔来卖啦，真正互好好甲搭子，唔知讲红面什么串签，用咱的眉眼去甲敲只，甲咱甲拍拍打鼓，会正好食。无管你咧煮汤，苦瓜汤加南芝蒜，菜瓜汤加南芝蒜，冬瓜汤加南芝蒜，含迄个汤头就是红面什么的气味。好，你看我这条物件，我嘛甲咬咬咬。滚滚滚，空空空，已经变歌啊！来，歌好看。来，好，你看，嘿，红就是红，滚起来嘛是红。啊，红在底呢，嗨哟，咧心中就爱红，所以有法度红到我的心坎里。为什么？啊，心中无人，心中会无好，无干会，心肌不整，心肌梗塞，心脏病，夹心症，迄种心脏问题呢？来，这条红磷酸钠，只要你是家庭主妇，你拢会多多少少，不管什么货，拢会甲做配色。哈，啊你上届戆戆安怎，戆甲伊的皮抠掉，结果伊的皮是油啊，所以咱要做是无可能抠皮，含拍干嘛无可能抠皮，含熬制嘛无可能抠皮。那这条呢，你今日甲滚汤也好。哈，甲炒来食也好，明仔载嘛是臭酸，后日嘛不破。即罐呢，你甲放365天，伊也无不破啊，伊也无臭酸。所以讲，酸性体质的人，癌症的人就是酸性体质，肿瘤的人就是酸性体质，血糖高、血压高、胆固醇高就是酸性体质。那伊袂臭酸，啊伊会臭酸，所以你若爱酸食伊，你唔通酸食伊。啊，你若食伊臭酸，你身躯嘛全酸去。好，红萝卜，或者红。磷酸，磷酸，磷酸，食菜所有的菜，无人讲迄项菜合作磷酸，干那伊有成，哈、哦，有成，什么？好，这个是红萝卜，然后，哎，这个就是红番茄，干嘛的？大家嘛知影讲，这个干嘛的？一定爱甲煮过，伊茄红素带片出来，你那个暗安尼个食是没有哦，所以。感觉到，若做水果的时阵，对人体唔是上好哦。唔过伊遐煮过了后呢，哇，不得了！好，来红番茄，人我甲熬熬熬，滚滚滚，我嘛甲变作粿啊。所以讲，即个干阿面好啦，你甲凊彩煮一个粿红汤啦，凊彩甲南瓜咧菜咧炒，嘛是明仔载就臭酸。啊，我著甲你讲，伊的臭酸的物件是内底水济，啊，所以讲即摆伊袂臭酸，就是内底无水。啊，我讲我物件拢无防腐剂，所以讲我所有物件拢爱用美颜的盐去甲生哦，有够咸；去甲下哦，有够咸。啊，你咸咸，我就甲你讲，你甲配一撮啊就好。吼，昨足失望啊！迄有个人一碗饭，讲迄个就规个拢甲倒去啊。咱大家喊甲讲咸咸咸，咱大家一定议论纷纷。安尼，互逐规片的人，大家拢讲，嘿啊，那会咸甲安尼？好，细胞若无咸，食菜的人若食无咸，会像迄杯菜烂了了。吃菜的人，那尾鱼若生无咸，那尾鱼下阵是现老啊，阴暗，明仔载同款熬去。迄块猪嘛，若生无咸，三五天哦，会生白白的虫仔仔哦。迄块肉的虫，唔会用盐甲你煮死，甲你咸死，随时死了了。所以我要来在甲恁讲，咱的细胞若有咸，咱的抗体会起来，不良的细胞会互咱甲拍落。好，所以讲这是一念之间，干妈咪。所有即马这内底的吼，六项菜，带蛤蟆面糕配饭上好食。吼，迄个口味我袂晓解讲，足好食，足好食。好，番茄，然后即马再来哦。哦，明豆啊，菜豆啊，不管啥物豆，红豆豆也好，牛豆也好，牛豆就是肉豆。吼、哦，豆啊足济，我袂晓甲恁提示。啥物种豆啊，我拢有法度甲变作粿。
哈、啊，所以讲这是闽南阿哥，所以讲这片内底资料叫闽南阿哥。干那这片闽南阿哥要互你食六顿，要互你食六天，所以讲一届你是干那干捏一袋啊，干捏一袋啊，捏一袋啊。那呢，豆阿里内底有一个豆，所以讲迄个豆呢，拢较有营养，比迄个白菜、比迄个各类菜吼，较有营养的价值。因为豆阿内底有豆阿盐，是安尼情形。所以讲嘛，同款啊，唔相信你只个炒菜，搁要炒偌济肉丝嘞，同款啊，你卖个饼，明仔载嘛是，甲偏咸嘛是，小可酸酸，后日的时候，哦，不白泡啊，好，安尼，看卖哦，所有的菜，咱即摆来，拢起来，好，我再甲你讲，对一个爸爸还是妈妈，伊去菜市啊，吼，鱼甲肉咱卖个管。这个菜有可能伊今仔日唔知对一项伊买会着，那么伊买着了后，伊等于若食菜人绝对用这块姜、姜丝、姜片落去炒做伙炒。重点这块姜会当知影讲你今仔日你的细胞到底是赢还是输。如果你若是用姜丝，哈，落去炒这个菜。本来这个菜就已经有够冷了，那么这个姜，你再去甲拍网来煮了看卖，比砒霜搁较冷。暗时若食着姜，吼，唔免到明仔载，腰子可能就出问题，目睭就乌甲，互你规个拢黏黏黏，腰子筋甲脚筋就开始拢互你无力。所以讲姜助强无助弱，身体好的人有出去外口咧奋斗的人。有咧憋汗的人，无要紧。若是坐伫冷气脚的人，你好打这块姜甲炒白菜看卖啊。食了到内面嘛就黄皮皮啊。好打这块姜，你甲摕去炒高丽菜看卖，食看卖，含放药膀胱都无啦，都窜出来。所以讲姜是一个极冷寒的佐料，一个未来人，我讲伊做强无强料哦。迄、那个查某囡仔是他拄仔伫遐拼命、拼力咧拼，迄个囡仔要甲生出来，所以人是好好人哦，用迄个啥勇勇的人哦，吼、哦，伊即久个是生囝生了，全人全生落，全喜落。敢有人个大家用姜丝去煮麦酒？敢有人个大家用姜片去煮麦酒？无，绝对用麦油甲即块姜甲劈劈劈劈劈劈劈。别干的时阵，姜味拢总走甲拢飞飞为外口出来，远远你就闻到，哎呦，有人咧煮麦酒，就闻到迄个姜味。安怎？要甲伊的姜气甲逼好出来，伊搁爱用麻油去甲逼哦。安尼伊甲教好咧未来人食，所以讲做未来食三十干的麦酒，才有法度甲伊头段咧拼力咧生囝，迄个身体的元气甲补倒转来哦。所以讲的是喏，温补的姜助元气，冷寒的姜是甲你拖你的、拖你的元气落来。来，这内底，吼、哦，这盘内底，我拿一撮姜，好，一样的道理。我这盘菜，头仔这盘菜，我姜会当炒面条啊，我姜会当炒阿明什么，我姜嘛当炒番茄，我姜嘛当炒，嘛当炒这個，我姜嘛当来炖这個，一样的道理，它是佐料。所以我今仔日呢，互恁看到遮清楚，恁这盘就是这盘。那这盘这个物件，好，你等下，拢总来下下来甲炖做一卡汤，甲当做火锅汤，买火锅会使，这当当做火锅料，哈。你甲看，你今仔火锅食无了，遐个火锅是毋是明仔载拢不白汤，拢不白泡啊？是毋是遐个汤你拢唔敢啉？同款的物件，我为着要互恁等下伫遮食无了，搁要互恁用笼啊，甲恁好好落堆。你搁莫甲我食，你甲落嘞，你甲囥一礼拜，看遮有不白泡啊无？你甲囥一个月，看遮有生菇无？你甲囥三个月，看遮有生凉无？安尼恁就知。我今日已经讲到遮清楚，我唔知影讲，我安尼讲，恁敢听有？哈，所以讲安尼食，食到生癌、生瘤，食到西药剂，食到爽到要死，食到坐轮椅，安尼食，食到安尼，大家就正欢喜。
啊，看你要选这個，还是要选这個，哈、啊，那伊啥物嘢拢总无，内底就干梅啊盐，好、啊，我唔敢用恁当白盐哦，是梅盐，梅盐哦，好、啊，梅盐，我咱个册内底有写哦，会当保你三代，甲你保命、保财、搁保三代，安尼命无啥，所以讲恁今日来我家呢。哈、啊，不但是要爱我的物件，以外呢，这顿你若无定定配，看你外头买我的药草，我的药草已经拍到这哪价，一直咧卖你，顶个月来买，顶个月来买，规年透天拢来甲买，卖规年透天，就是你顿个拢咧食啥？食到我给你的卖你的药，诶，药粉也好，药水也好，你搁唔肯甲我配甘蔗茶，煞变成的是你身躯拢总无够迄、那个。无够迄个温补的体力，通好来吸收我的药草，所以才变成你逐个月拢来给我买药草。唔对，若有咧食这温补的人的时阵啊，迄药草都唔免食半罐，唔免食半杯，啊，都好溜溜啊。哪有人咧？人咧是有长期的饭菜，无人讲食长期的药材咧，无呢。所以恁听好，这盘你转去若唔安尼给我配，好，我就示范给你看哦。我都爱食面豆啊，即个掰一撮仔落，就炒这个面豆啊。要食干妈面，即个掰一点仔落，安尼就咧炒干妈面啦。要来炒豆仔糍，即个掰一撮仔落，就咧炒豆仔糍啊。甚至要食恁呾白菜、硬菜、各类菜，同款，甲掰一点仔落，顶底甲糊糊的，唔通阁下盐。所以讲，遮咪当遮，即个就当放咧一块桌啊，遮哦。会当办到有鸡有鱼有肉一块桌哦，我咧讲恁听有无啦？有吼，你放下脚来，你放下脚，先下脚电话来，放下脚，你甲电话放，来过去食。哎，我直接食咧，我帮你讲啥？连锁，少好事，细好事，食到你，一定连锁，一定连锁。所以你今日来试，我拢甲你讲，电二万，入门我拢甲你讲。好，开始要来给恁食饭吼，来配咱这物件。啊，所以讲的是咸咸啊吼，吼、哦，要来恁配来讲，我买当给恁切到咧已经，迄个闽菜啦、菜脯啊、菜脯做起啊。来哦，哎、欸，那菜头好哇，那条菜头好哇，好滴啊，滴啊，滴啊，滴啊。啊，那个菜脯旁边好哇，切切。来啊，恁看啊。大家比，哈，这个就是白色的菜头，咱个拍个扁，唔是白色啊，叫做菜脯啊，你看，好，这碗白米饭，外面你敢知？哎呦，伊叫做水稻啦，一字水啦，伊种哩水田啦，两字水啦，他做查某囡仔咧煮的时候，佫讲下水啦，叫做三字水，这碗饭卡冷贵。糖尿病的人，怎啊食嘞？血糖水平高，食饭前尿嘞无代志，食饭后尿嘞血糖就平高。来，你看我哦，我即马这碗饭不是下这个菜头哦，不是哦，来，就是下这个菜脯嘞。然后我的菜脯呢，下甲含饭要甲平齐哦，所以我是食菜脯咧配饭哦。唔是食饭配菜脯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讲即摆要看好恁就是即个型哦。啊，所以讲即碗饭嘛已经变补啊，然后等下再来配遐菜又搁补。啊，所以讲的是补加补，好、哦，这超级的温补哦。好、哦，你若甲我讲你落喙齿落甲无半斤，足简单嘞。好、哦，即摆贵夫人呢，你种迄个啥？多只鸡啊，喂，伊打哦，唔免下水哦，即个下来食哦。干嘛事啊？把脸不掉。等一下啊，把脸对。好过分了！你帮我转过去。一个。谢谢你。到了，阿妹，来，你俩轮班。
给你，这包嘛给你，哈、哦，伊甲你全部讲，这包肯定就无